是有毒品防治局的，是哪一个人士？来，谢谢。我们有一个毒防局所截的奖品，对。来，科长，来，一二三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第二个题目，来，第二个题目来。请问现在毒品多样化，可能会伪装成食品包装。例如什么？请举两个新兴伪装的食品。来，这位，来，新兴伪装的食品，来，来，请问一下，伪装成什么？消软糖、跳糖。小消软糖、跳糖，对不对？我们请科长来这边，来，请科长呢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合照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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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的参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个题目。市民朋友们，你们有毒品困扰，可以打哪一支电话？来，各位小姐姐，来，你阿拉伯数字会吗？来，这次电话是打几号？来，看这里，来，你把它念出来。